勿忘历史老照片，发动918事变的六大日本政客。满撇总裁内田康哉，他是日本外交官。在918事变后，他推行了所谓的焦土外交，就是无论自己国家被敌人毁灭的怎么样，都要实行国策，有种同归于尽的感觉。勿忘历史老照片，发动918事变的六大日本政客。外务大臣方泽谦吉，勿忘历史老照片，发动918事变的六大日本政客。前日本首相若龟里次郎，勿忘历史老照片，发动918事变的六大日本政客。总理大臣全养义，勿忘历史老照片，发动918事变的六大日本政客。前外务大臣毕仁喜重郎，勿忘历史老照片，发动918事变的六大日本政客。罪孽深重的日本昭和天皇，一人